怎么？不是你别晃了，我猜。你这是有这么看的？看得见吗？看得见是什么吗？你这我哪瞧见？看不清吧？啊，看不清没关系，我打开啊。您我打开云声看，大家也看，看这小笼里是什么？走，这有花儿，玫瑰花儿，这送给你，你送给你身边没有女朋友的那些你的男朋友。啊，这话怎么那么绕啊？这样啊，你让他呀把这个花送给他的女友，女友一定心花怒放，然后很快就答应了他的求婚。我还给他们，我自己不对啊，你不对，陈师傅，怎么不对啊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怎么不对？你说说，这玫瑰花我见过，嗯，这瓣儿可没有这么厚的，没这么厚的吧？啊，你知这是玫瑰花是怎么做的吗？怎么这是做的？哎，这不是真玫瑰花，这是拿面做的。这是我们于世清师傅的杰作，想学吗？想。咱们请于世清师傅上场，请于师傅教你做。好，自己做出的玫瑰花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，那代表着一种真诚啊，是不是？于师傅。于世清，中国烹饪大师，国家级双证评委，全国烹饪大赛面点金牌状元。云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。这个新的一年，嗯啊，咱们做几朵玫瑰花，嗯啊，其实不单是送女友啊，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，嗯，送给自己的姐姐、妹妹、妈妈，或者放在家里，哎，都显着很温馨的。这个东西啊，是花卷儿啊，放在家里手头就没，直接搁餐桌上吃了就行了。放在我还没说完呢，放在家里吧，然后大伙儿把它吃了嘛。嗯，哎，好，咱们闲话少说啊，言归正传，学习制作，学习制作这玫瑰卷。这一朵朵玫瑰花娇艳欲滴，您能想到它们其实是松软可口的花卷吗？其实只要加入一点点的小心思，美食就变得充满了乐趣。做这玫瑰卷首先得选面粉，得有面，肯定是吧？对，这正好呢，我准备了三种面粉，哎，高筋、中筋、低筋，啊，还得考考云商。云商，你说用哪种？这花卷我知道，花卷咱们一般都用中筋面粉。哎，对，哎，咱们，哎，你怎么一下就说对了？那依着您的意思呢？你得先说错两回啊！凭什么呀？我知道。对了，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制作花卷儿，然后那制作包子，刚才云生说的是正确的，全都选择这种中筋面粉。这道面点的主料很简单，面粉、南乳汁儿，配料有酵母、泡打粉、糖、椒盐。您看啊，我现在呢，往边上的小碗里呢倒一点热水。难道是要烫面？嗯，我看不像，你看，然后呢再兑一点凉水了吧？哦，用的就是温水，哎，把它调成温水。 嗯，因为我们呢要做发面，所以说呢离不开酵母，酵母哎，发面用的。如果酵母直接搁在这个面粉里边使呢，它不容易化开，然后起发的程度也不够好。先让它在这个温水里化，用少量的温水把它先研了。这酵母我这么理解，如果凉水的化的也不充分，如果用开水，那酵母就烫坏了。超过35度的酵母就烫死了。对，它就没有这个发酵的功能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。哎，所以用温水。这酵母啊，它也是有量的，也不是说那个多多益善的，是500克面粉，一斤一斤面粉，500克，1钱酵母5克。哟呵，就放那么点。对，然后呢，一定要配上什么呀？泡打粉，泡打粉也是1钱。啊。那这1钱的量呢？我是习惯用手啊，用手这么。就一捏。捏这么一两捏都够成1钱了。泡打粉，那这泡打粉和酵母粉，它不都是为了让它发起蓬松吗？对，那个酵母是发酵作用的，起发酵作用的。泡打呢？泡打粉还有一点点糖，这糖呢大约在，一斤面粉有这么，15克左右，全都是助发酵作用的。帮助就是催化剂的作用。我们在活发面的时候啊，您记住了。有一个黄金组合，它就是什么呀？一斤面粉，1钱酵母，1钱泡打，15克左右的糖。啊，对对对。糖可不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多放一些呢？不，这个糖啊，如果我们要做甜的，如果做甜花卷，然后大约最多不能超过1两，如果太多了，反而抑制它发酵了，糖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。少量是起到助发酵作用的。你看刚才我们拿热水研了的这个酵母，它这会儿呢已经化成汤了。对。现在你看省事儿多了，适量啊！你看现在这个
卖的都很具体，很细致。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就是面肥啊，就是发面，嗯嗯，石碱，石碱，面起子。你石大了吧，它黄了啊；你石小了吧，它酸。对啊，现在你看。啊，酵母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面肥，实际上也是它也是什么用酵母菌给它发酵了啊，里边产生酵母菌了，对，产生气体了，所以它发起来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还是和面应该用水，但是呢，选择什么？选择用这种南乳汁儿，就是腐乳汁儿。腐乳汁儿，酱豆腐汤就是。啊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就是酱豆腐汤。南乳跟那个酱豆腐汤还是有微妙的区别，就是什么呀？那个酱豆腐汤是酱豆腐汤，啊，这个呢是南乳汁儿，是用什么？里边加上那个腐乳，啊，然后再加上那个红曲粉、红曲米这么调制出来的。还有酒。啊，对，比较浓稠的，对对对，比较浓稠的这个。哦，是调出来的。啊。我们今天用它来和面呢，第一个是要这种天然的颜色，然后第二呢要它这种那个腐香味儿。因为有些人就有这个担心啊，就是这个红汁儿它里边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啦？什么这个红啊那个红？其实这个还真是啊，这个颜色大家包括酱豆腐当中那个颜色不用担心啊，这个颜色完全是那个红曲米的颜色啊，这就不是说咱们人工添加了一些什么东西进去。这个市场有售，如果您又不好买呀，您就用酱豆腐汤。啊，直接像我这么活就没问题。我把这个酱豆腐块打碎在这汤里边行吗？那更好，行，但是它颜色呢，味儿更好，颜色就差点了。对。哦，哎，我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只有到每周的周五或者是周六，周六，早餐才是牛奶，因为一人一小碗牛奶，哎，一个这种刀切的方块馒头，哦，然后一人一块酱豆腐，半块酱豆腐。这是周六，哎，平常没有，平常不是，平常就是米粥啊什么的，哦，拿这馒头掰开，把这酱豆抹在里边，把这块一夹上，嘿，包括到现在，有时候我回忆起来，我都想这么吃啊。但是现在这个馒头它们比较宣嘛，比较宣，哎，对，掰开，抹上酱豆腐，嗯，加点菜叶啊，西红柿啊，火腿片啊，加一块，在上面撒点芝麻，这是什么？汉堡。醒了，哎，这面呢已经和差不多了，是不是也得醒啊？对，盖上，哎，盖上，盖上小被子，对，哎，盖上小被子，哎，醒起来。好，来，云生，把那个面拿过来。哎，还好，醒好了啊，好。啊，云生，您看看它，嘿，好，粉扑扑的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，滋润多了啊。嗯，这么着，云生，咱俩洗洗手。哎，咱俩洗手，一会儿咱俩得亲自动手。你这有些东西，咱光这么练的，光这么看不行。咱俩动动手呢，哎，咱就学会了。这花卷的种类啊，有很多种。啊，真是。啊，南方的、北方的，也都有很多的区别。花卷还有那么多品种吗？对，终归一个呢，必须都得是发面。哎，那是。南方好像把它当小点心，不像咱们北方把它当主食。南方做的精巧一点。反正我觉得，比如说有这个有放肉馅的，可以，花椒面的，啊，可以，有放五椒五香粉的，有是吧？啊，要加葱花的，加葱花的，对，都有。就根据地方的。南方还有做成甜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有。加这个奶油啊什么的。嗯嗯。加芝麻酱。哎，对，这加芝麻酱或红糖。呵。哎，卷在里边也有，特别香，甜口。嗯。我们把这块面呢，然后切成剂子，揪成小劲儿。哟，哦，这么小啊！嗯，比饺子劲儿要小多了，小多了啊。这么着呢，我们拿一个小劲儿，嗯，把它蘸上面粉之后呢，嗯，摁扁喽，摁成饺子劲儿。啊。拿擀面棍呢？啊。给它擀擀。嗯，还得按擀皮那么来呀？对，擀的同时呢，我们要给它擀成什么呀？一边薄一边厚。一边薄一边厚啊，那擀成一边薄一边厚的样子，这属于饺子皮没擀成功，这属于，啊，对，没擀好啊。擀成这一边薄一边厚什么状态呢？就是一边，啊，一半薄，啊，一半厚，一半薄，啊，一半厚。那，啊，咱俩分析分析，你看这边薄，这边薄啊，那边就厚，这边厚，是吧？哎，而且这个。现在好，可能还看不出这个花瓣的这个模样了。现在我觉得这个花卷啊，这个最难的就是捏这花瓣。嗯，您看啊，陈老师跟云生那儿分析怎么来做呢？啊，我们拿起这个刚才擀的一边薄一边厚的这面片啊，从一侧开始往这边卷。哦，从一侧往另一边卷。对，就卷把薄的这地方卷起来，厚的地方给留出来。
把它的芯儿给卷出来。哎，就常老师这做的多好！你看我那个，啊，卷起来之后呢，底下要捏实，捏实、哎、啊，把底下捏实啊。好，我们这花芯呢就卷好了，对，把底下给捏实。你看我那个，哎，花老师您捏的不错。什么叫花老师啊？就捏花的这个老师。嗨，说清楚。嗯，我们再拿起第二片，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卷吗？啊，卷卷卷，还同样。拿起我们刚才卷的这个花芯，然后从有斜茬的这一刻一侧啊，我们给它包起来，同样还是把底下给捏实，包起来，啊，捏实，捏实，这就从这边再弄过去，再捏实。我怎么瞧着您这玫瑰花，有点像串红那意思了吗？我这跟串红串了，呵，看好了啊！刚才之所以为什么让它成串红了呢？啊，就是因为什么呀？我们这个边一定要是齐的。哎，看到了吗？我叠几层面皮，它的边一定要是齐的。我让它往回吞它。如果有面粉不好粘连的，把底下这块呢，稍微抹点水，把底下这块。哎，这你看这就像样了，是吧？对，永远在这个。这也不赖，云生说成串红了，这。前后参差不齐呀、啊，这个、啊。嗯，还可以把这个小边翻下来。嗯，哎，这样更生动了。嗯，对，更像了。可以翻下来。啊，你看我这花怎么样？嗯。嗯。哎，这个有点马蹄莲的意思。用马蹄莲了，我到底我这捏什么呢？您咧的太大了，您这个。我觉着啊，这道美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家人如果在一起，比如周末的时候啊，特别孩子在一起，小孩嘛乐意玩橡皮泥，与其玩橡皮泥，不如玩这个，哇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小孩把手洗干净了，把它自己做成花，那说实话，他一高兴不说，那个吃起来，哎，他有一种参与家务劳动的乐趣，对对，能培养他这个乐趣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全家人在一起动手，还真是。你们花做的怎么样？我稍微给您加工一下，它更漂亮了。把这边翻下来。哎，把这高领的改成翻领的就好看了，知道吧？对，嗯，可以再加一片，稍微给它底下抹点水，粘的牢一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看了那个于师傅那个，你看让它立着。哎，你这真不错，您瞧，千万别再动了，就这么着，搁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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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真不错。来来来，来我给您戴上，你别给我戴，来。来来来，那个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，比较一下。等一下，最后那环节你们没有看清楚，这个后边这个一定要给它切一下。你瞧见没有？人鱼时候把这个、啊、把这个根儿，嚯、啊！您给我坐进去了。陈老师这个也可以这么站着了。您给我一刀，不是给我一刀干嘛？给他一刀，我这也要站着。哎，把后边这点切下来。切掉。对，这么它不就一平茬了吗？哦，是这样。后边还剩一个，剩一个，也可以了，继续完成。咱们再重复一下这要点啊，这个啊，把这小剂子一定要给擀成一边薄一边厚，一边厚，对，薄一边厚，一半一半。然后呢，拿起其中的一片，从左到右卷起来，从左到右的卷起来，把底下捏实，捏实，啊，再拿起一半，给薄的这一片呢抹上水，这是第二片了啊，然后在它这个卷心处，嗯，开始给它包起来，包着它。啊，把那个卷心那口那儿对着这片，然后这个面是平的，对，不能它所以这个面啊都是平的啊，都是平的，不能高高低低，真的成串红了就、对嘛，嗯，这片再拿起来，明白了，这片又在这个口这儿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，这可比花卷难多了，难多了，花卷我就哎。这么一翻就出来了，嗯，这个啊又是卷又是捏又是摸水又是切，哎，就是、这个就是美食的乐趣，还真是漂亮的花卷，还真是。这个如果说啊，像云生已经有女朋友，咱就不说了。嗯，如果没有女朋友，假如你没有女朋友，或者你周围有哪位男朋友还没有女朋友的话，我哎，你就教他们做这个啊，做完以后啊，给女朋友拍，然后我送给他女朋友去，你送给他没？他乐意吗？是吧？嗯，行，好。不过这次真是一个创意，真不错。做好了之后，我们还是把后边切下来，让它站着。站，哎，嗯，这您说拿一盒这个，就是啊，大中午的跑到女朋友他们单位啊，推门一进去，把盒打开，红扑扑、香喷喷，往女朋友面前一放，呵，经济适用男，真的又会干活，又会做饭，还浪漫。对，这打着灯笼都不好找，不好找，嗯。咱们做几个？做六个。做六个。做六个就要蒸。对。我把火点着。行了。把水烧上。好好好。
您别看从小到大吃这么些年酱豆腐了，就没吃过酱豆腐。真没想到过这个，李师傅。哎，这锅里还抹油吗？啊，抹。抹点啊。嗯，抹油主要是防止它粘连。哦。刷点油啊，不能刷太多是吧？哦，对对对。啊、刷一点就行，刷太多咱就煎着吃了。嗯、对。这样，如果我们做发面啊，做发卷的时候、啊，做包子的时候，做肉笼的时候，一定要什么呀？要有一个那个，嗯，让它发酵的过程。嗯、比如说呢，我们做好了之后呢，让它先发一会儿。嗯。如果要是夏天，35度左右，嗯，那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，嗯、赶紧做。为什么呀、嗯？因为它特别适合发酵。哦。所以说做晚了，做手又慢一点，它就发起来了。像冬天这个季节呢，给它搁在暖和地儿稍微发一发，但是像今天咱这就不用发了。怎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咱们仨做的时间太长了，现在就可以。咱们这再发一会儿成牡丹了。对，就可以上月季了，上锅。夸咱俩，就是夸咱慢工出细活嘛。对，嗯，好。好，把这个腐乳玫瑰卷哎，给它摆在锅里边，摆的时候呢，让它有点距离，因为是发面。嗯啊，它会慢慢变大，别挤着互相。啊，对。一会儿好什么？嗯，好嘞，这么加上锅盖，而且不同的酱豆会出来不同的味，15分钟左右，15分钟啊、嗯、就成了，大火15分钟、嗯、啊。时间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啊，咱看看，哟，哎呦，发起来了，哇，哎，跟我那小笼子里那真差不多。你看我这小笼子，我记着这小笼子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那可不差不多，这一人多的这个。这云生又把这个碟子给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尝尝。我是怕您煎的时候烫手。啊，对。我体贴，我是。行，先给它摆一摆。嘿，盘里边你看。摆一个小造型。这盘你这什么叶儿？这是苇叶。苇叶。啊，一会儿拖着苇叶吃更香。哎。所以说色香味形嘛。哎。这摆盘也很重要。而且你看，把这苇叶摆成个。叶子的形状，对，红花得什么配啊？绿叶配啊，您瞧瞧吧，哎，你看这个，这还蒸倒了一个，蒸倒了，这肯定是云生做的。这怎么把这好事都说云生身上了？我是为了有所区别。嗯，因为这东西终归是要吃啊。嗯，所以呢，舍得下嘴，您说就是啊。为了让它口味更丰富一点啊，我们准备了一点椒盐。椒盐，哦，椒盐。嗯。哦，撒上椒盐吃，因为这个腐乳汁儿 啊，本身它就是咸的，咸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就没有加盐。对，嗯，这南乳玫瑰卷就做好了。这道南乳玫瑰卷不但造型漂亮，味道也因为南乳汁儿和椒盐的加入而格外咸香浓郁。我们来回顾一下充满温馨和趣味的制作过程吧。先将酵母用温水化开，面粉中加入泡打粉和糖，再加入化好的酵母、南乳汁儿，搅拌均匀，和成面团，醒5分钟。接下来将面团揪成拇指大小的面剂，逐一按扁，擀成片儿，取4片，将底部粘在一起，做成玫瑰花形状。最后把做好的玫瑰卷上锅蒸10分钟，出锅之后撒上椒盐，装盘即可。这道美丽的面点是不是让您有了立刻动手的冲动呢？今天这道美食做好了，这老说我这，老说我这歪脖这个，这有一名您知道吗？什么名？叫回眸一笑百媚生。哥，他把这歪脖的还起了个好名。这就是今天于世清师傅介绍给大家的南乳玫瑰卷。哎，哎，云生，你觉得漂亮不漂亮？太漂亮了。好看不好看？非常好看。喜欢不喜欢？特别喜欢。想吃吗？很想吃。很想吃，很想吃啊！你就来一个。啊，你替观众啊尝尝，就尝这回眸一笑，这是我的杰作。哎，自己的杰作吃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观众朋友啊，希望您也把这道美食学会，嗯、然后啊用这种方法在周末的时候给家人一个惊喜。哎，吃啊，怎么样？我做的最好吃。